华为大动作，突然上线高端手机 Mate 60 Pro 与苹果正面对决。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，8月29号，华为 Mate 60 Pro 推出了先锋计划，官网直接上架开卖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毕竟官方还没有预热，发布会时间也没官宣，就提前把产品给端上来了，有点不合常理啊。但也正因此，更加引发了大众的好奇。一个大猛料啊，华为在卫星通信领域再次突破， Mate 60 Pro 成为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大众智能手机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它还搭载了全新麒麟 9000S 芯片，支持 5G 网络，显示了华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决心和勇气。被限制多年以后，华为手机终于可以以相对公平的身份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了。网友们对于华为 Mate 60系列最关注的问题还是有 5G 了吗？可见搭载 5G 对于华为手机的绝地反击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。 Mate 60 Pro 或许是华为被制裁以后重启 5G 网络的第一款旗舰机型，这一刻属于国产手机的高光时刻再一次聚焦到了华为身上。话说估计库克也没有想到华为不按套路出牌，提前开售的华为 Mate 60 会影响 iPhone 15的销量吗？